睇传唱唔俾钱，凤姐嫖客开大片啊！呢位36岁嘅凤姐真系阴功啦，俾人睇蚀晒之余，仲为收咗100蚊而俾个嫖客打伤埋添啊！至于边个咁冇品啊，咪就系呢个29岁嘅四眼男咯。星期日凌晨，佢去到湾仔洛克道凤楼林立嘅富士大厦揿钟仔，入埋房，凤姐除埋衫至嫌三嫌四，又唔肯俾100蚊而同凤姐大打出手，最终惊动其他人报警，两个人都受伤要送院啊！hit 一下，动全身。